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梦想总数。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、比较劲爆的一个自动赚钱的一个这么一个项目。只要采用我下面讲的这个方法的策略啊，我们呢就可以就是赚取更多的一个收益。比如说像这个地方，这个收益呢有高有低，有大部分呢都是在1美元左右。我现在呢就是要教大家怎么样赚取最高的收益，赚取10美金以上，然后至少的是9美金、10美金以上。所以呢，请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，一定要帮我点一下赞。没订阅我的朋友呢，然后订阅我一下。这样呢，才不会错过每一期精彩的分享。好的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直接进入主题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这么一个网站，叫 SuperPay 点 me。它这个站内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支付了有几百万的美金出去了，所以说也是值得信任的。这个网站呢，主要也是做了一些问卷调查，然后呢，还做一些任务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主要就是不是教大家做这些任务，当然也可以做，这个没关系。我会教大家一个收益最大化，就是赚取10美金以上的这么一个终极方法。主要呢，就是都是偏向于挂机，就是自动化收益这么一个功能。如果你要做这些自己的做这些项目呢，也是可以的，收益呢只是要少一点而已。那我们看这里呢，即使是问卷调查，一个问卷调查的话，也会有0.4美金到2美金之间，就是说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当我们获得收益之后呢，也会在这个栏目里面呢进行一个滚动的播出。这个网站呢，只要我们注册之后，它就会奖励我们0.2美金。你看，它这里呢已经支付了有400多万了，并且它的支付方式呢也是支持多种，有我最喜欢的 PayPal 付款，然后呢还有这个一个什么 Card，这个呢还有支持亚马逊付款、比特币付款，哎，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付款方式的一种付款，总共有5种付款方式，并且它那个支付呢也是非常快的，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支付给你。并且这个网站呢，它在一个第三方网站，就是说这个 trustpilot.com 的这里呢，评分也是很高的。这个网站呢是专门评测就是其他网站的，它这里的得分呢也是4.5分。所以说这个网站呢也是非常值得信任的。下面呢也有很多的，就是说用户对它的一个评价呢都是非常高的。所以说这个网站呢也是非常的靠谱的。现在呢我们就进行那个第一步操作，一个注册，我们点击这个绿色的 Join Free Today。那点击之后呢，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注册的界面。这里呢，填写一下你的 first name、last name，然后你的邮箱，重复邮箱，然后你的那个用户名、密码，重复密码，然后呢，这里一个填写一个地址，你随便填写一个地址就可以了，填写你的真实地址都是可以的。然后这里呢，选择那个国家，你在哪个国家你就选择哪个国家。然后呢，这一项呢比较重要，这一项就是说你的一个支付方式。我们呢就把我们的 PayPal 的 email 地址填写到这个地方呢就可以了。然后下面呢，然后这还有一些其他支付的地址，有的话也可以填上。然后再点击一下这个同意条款，比如说我已经年满18岁，还有其他的一些条款，然后点击这个，这些都点击同意，勾上去。这个不用勾，那个是给你发邮件，这些都勾上就可以了。然后点击一下人验证，然后呢，点击一下这个绿色的 Create Account，这样呢就会注册成功了。
那现在呢，我就进入到我登录之后的界面。那登录之后呢，就是这么一个界面。这里呢，我这里是全新的一个账号，注册之后呢，它就会奖励你0.2美金。提现的话，就点击这个绿色的 Cash Out 就可以进入提现界面。提现的话，这里呢也是什么呢？就先就说点击一下这里，更新你的这个付款信息。然后呢，下面呢有几种付款方式。我最喜欢的这个 PayPal 付款呢，只需要1美金就可以提现了。就会申请提现。这个 Scale 付款呢也是1美金，而比特币呢就要求比较高一点，要达到200美金才能够使用比特币提款。那如果大家要做问卷调查的话，就可以点击一下这个 Paid Service， 点击一下第一个就可以。那点击之后呢，这下面呢有非常多的这个问卷调查可以供大家去做。这个都是完全没问题的。我们来随便点开一个看一下。这里问卷调查呢也是在1美金到8美金之间，也是比较划算的。但是今天呢，我的主要目的呢并不是来教大家做起来问卷。主要是教大家如何最大化收益，赚到10美金以上。然后呢，我们点击一下这里的 refer link，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推广的链接。只要我们分享了这个推广链接之后啊，我们就可以得到25%的收入，并且呢，我们还可以额外得到，就是说0.2美金的奖励，就是再加上这个25%的收入。所以说，这呢就是今天的一个重点。如果，你看到现在这里的话，一定要继续看下去，后面呢才是精华所在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请一定要帮我点一下赞，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"梦想总数"，里面呢有更多的干货分享给大家。那接下来我就要分享给大家，就是说，怎么让别人来通过我们的这个链接来注册，使更多的人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产生被动收入。我们呢现在来到这个 findform.net 这么一个网站。这个网站呢是一个就是说一个论坛的一个集合，就是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论坛。我们呢就需要找那种就是说想在网上赚钱的那一类人呢，他们呢对赚钱是非常感兴趣的。我们呢就点击一下，让他们呢就说来给我们分这个 20% 和那个 0.2 美金。我们呢现在呢就点击一下这个第三项 category， 点击之后呢找到这个 make money online。这样呢就是这些论坛呢全部都是关于在线赚钱的一些论坛。那这里的论坛呢全部都是关于在线赚钱的。就是这里面的人呢都是喜欢就是在网上赚钱这类人，就都是我们的潜在的对象。现在呢我们就随便点开一个，就是我们以这个 eMoney Space 来举例。我们点击一下打开。打开之后啊，它是这个对这个站点的一些大概的介绍，就是一些评价也大概了。然后呢，它这个是它真正的地址，我们点击一下呢就可以打开。打开之后呢，这个站点呢，这个赚钱的论坛呢就是这么一个界面。我们随便点击一下，就是店里的一般的他那个一些帖子的信息。点开之后啊，那这里面的帖子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都是一些关于赚钱的，比如说 How do I make money online， 我怎样在线赚钱，这个也是 How can I make money，
在下面的都是一些关于赚钱的。这个人是维基 PTC site is the best to upgrade，这是哪一个站点呢？是那种点击，就是说最适合点击赚钱的。这个也是呢，How to make money in the Philippines？这个的意思就是说，在菲律宾怎么样赚钱？这个呢又是 YouTube marketing，就是油管怎么赚钱的意思。在下面呢，当然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帖子。其实他这个论坛呢，就是会员的话也是有个几十万的，还是比较的这个火热。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呢？我们呢就可以在他的这个帖子下面呢，给他回复一句，回复的文案呢，我这里呢也给大家准备好了，大家呢可以使用我这个文案，当然也可以自己编辑文案，就是看一下其他人是怎么回复、怎么发帖的，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。首先呢，我们呢在这里也是要进行一个注册，点击一下这个蓝色的。register，那注册呢也是比较简单，就是填写一下你的这个用户名、邮箱，然后密码确认密码，然后呢这个一个人机验证等等就可以了。然后呢还要勾选一下这个勾，就是我已经满了13周岁了。下面呢还要点击一下同意条款，然后点击一下这个 register 的注册了就可以。注册之后呢，我们还要去这个邮箱里面激活一下就可以使用。这个文案呢，我也给大家写好了，我们来先复制一下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论坛打开，我们就点击一下这个 How do I make money online？就是说我怎么样在线赚钱。点进去之后呢，这个帖子里面的回复呢也是非常之多的。这里呢也有很多的人，就是说在这里回复，那他们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说最后呢也是带了一个推广的链接。我们呢也可以就是说跟他们一样，我们呢拉到最下面找到一个 reply 回复的这么一个按钮，我们点击一下。点击之后呢，我们就进入到了这么一个回复框。就是了，回复他，不知道怎么样在线赚钱。然后呢，我们回复我们刚才复制的内容，粘贴到这里来。我们呢就教他怎么样赚钱。这个大概意思呢，就是说我正在寻找10个朋友来一起网络赚钱，并且呢，就是说只需要手机或者是电脑就可以。然后呢，每天仅需要花费10分钟的时间，只需要你有手机，说能够连上网就可以，然后呢，加入这个链接就可以和我来一起赚钱。当然，这个文案呢也不一定说就要我这个，你们呢也可以自己写一个更好的文案出来，然后发布出去。然后呢，我们点击一下这里的 post 进行一个。然后呢，我们点了 post 了之后呢，这里呢就发布成功了。你看，这个是我刚刚发布的，我们呢可以点进去看一下我们刚才自己发布的一个内容。好了，这个呢就是我发布的，刚刚发布的一个帖子。我们就是说自己除了自己就是说，可以回复别人的帖子之外呢，我们呢自己也可以发布一个帖子，像这么发布一个标题。这个文案呢，其实都是差不多的，就是要让别人来点击，就是说我们这个链接来给我们源源不断的产生25%的这么一个收益，还有这个外加0.2美金。这个我们开始的时候的话，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发帖啊，就是每天发个3条、3、5条就可以了，不要发的太多了，因为我们开始发的太多的话。可能会被删帖啊，还有封号这种会就被容易这个官方检测到。
我们后面呢就可以多发一点。但是我们就说论坛呢也是有非常多的，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这里有非常多的论坛，我们呢都可以使用，我们呢都可以去发，就是、发的越多啊，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收益啊肯定就是越高，每天呢至少是赚个上百美金以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，一定要帮我点一下赞，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朋友来关注一下我。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呢，就是欢迎在评论区跟我留言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